啊，开培养了，走第一个啊，培养豪华吗？不应该是先用这个吧？这个我们一样的呀，那么多，你看先别花钱，你花下面那个吃的快一点，直接培养140不快吗？你别，你最好省培养10啊，这培养10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还以为是金币呢。你想拿的金币是第二个是金币，哎，这为啥没有石头了？你刚一剑了，直接。浪费了，全用完了。行了，我错了，不要怪我，我果然玩游戏玩的不够精明。排行榜给大家先看一下，图图归来8000万，璀璨4888，武魂殿领身心碎片，这个是 SS 的，我不知道要选什么，选通用是吧？好，都选通用，反正就那么一点。我们抽的比较多，所以可以选两轮，第三轮的话差了一点，就不够了，再抽40抽。这个抽卡天气牛毛。玩游戏啊，就玩正版游戏。到我身后，直接出 SS， 这个是很难出的。哇，这个龙好帅啊，这大爷！这 S 的果然就没有画那么好。S 猪猪星，就是变强。这个没有升满，应该是这个等级没有升到35，35级就可以升星了，对吧？果然没有错。再给马红俊升下级，1、2、3，再升星。我操，再升星差一点。S 的都去重生，你们这顶级理解，重生是在这儿。S 就是拿开图鉴，开完图鉴立马重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刚才应该先把图鉴都开完，但是没关系，以后其实我们的号慢慢的都会充满。这就是玩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够细致啊。S 的一个不留。好，听你们的。最后三个重生一下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把它升星，这个就可以升了哦，可以了。100也要升吧？武魂觉醒还玩不玩？有可能会玩啊，但是需要等等，先升级，这个也升了吧。升满了，这四个我们都用的，因为也不会出更好的卡了。好，图鉴，他升了星的话，先激活。唐三，杀戮之都是吧？好，待会我们去看一看。现在我们是1亿1000万的战力了，这就是可以挑战跳过啊！我靠，这轻松就走了，哇，这打得好爽！不让跳过了，那我们就不要打了。杀戮商店这里可以给很好的东西啊，粉尘是什么鬼？我们只有50000。这些应该买一买，我觉得应该很划算吧。攻击戒指、钻石、SS 8选1，这应该都是很好的吧。今日不提示，买光，好，这是你的这个心达到了才可以买，所以它这种一般都是很好的东西。哇靠，都是一折呀，看着就贼爽。我们打到多少星不知道，这是200星才可以领的。哎，星级不够了，杜文商店是吧？奖励可以领取一下。直接把这个金砖领了就卖了，这也是全都可以买光吗？花钻石买的吗？他是花200的这个进场的点数，大家还人脑是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全部收完了，舒服。积分奖励领取，哇，其实可以鉴定啊，我就看一次，也是给好多碎片的。海神岛是一个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地方，通过考验会有长足的进步是吧？好，竞技场第三名了，让他们先上，别着急别着急，跳过当前关卡，触发快速跳关。奖励阵容获得，哇，舒服啊！直接从第一张跳到第95章-1，给了那么多东西。回应可以买是吧？奖励单次伤害5000万，我操，这也可以买啊！这里面东西好多都可以领，我操，好爽！特别是魂骨还可以开，深海魔镜王开120个就可以哦，开60个吧，头骨和手骨各开60个，是不是各位？我觉得看一下，总共是4种吧，60个头骨，60个手骨，就开前2个，结合。啥 SP 魂鬼？慢慢来。凤凰胆上一招。装备，你看下面的话要36、37级才开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先给他升级啊。我们突破，加的战力有点少，看看右上角啊，就2万2万加不行啊。对，这个加的少，后面那个进阶和普升加的多。好，先多升一点。小铃铛，你下的心抖的好慢，是因为七里服务器要炸了。现在同时下的太多了，七里服务器带宽有限。还请大家多多海涵谅解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晋升吧。这家多，晋升成3S 的了，300万以下。我靠，有点强。马红俊还是可以的。商城开觉醒是吧？以后这个区是每2天开一个区啊。其实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这个游戏相当于也会分我们以前的一些流量，但是这游戏它也是有要求的，老板一个月也要上百万的流水，就是也挺难的。小龙研究研究这游戏，他玩的贼好，但是需要点时间，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。魂兽商店是吧？小龙已经正在疯狂购买了单次伤害，我靠，这买的好爽啊！呀，直接就行了，管他俩。结束了，哎，晚上还可以再来，没关系。这露露是谁啊？怎么能领取那么多？我们这里就是你们打晚了，主要是。怎么全是那傻子？对呀、啊，1200的钻石，这钻石8万钻石。对呀、啊，我靠，这钻石真的是不能直接裸充，直接抽嘛，我们300次。输。
你看这不是出来是你水印吗？刚刚那个还需要买吗？下载慢的同学可以加一下我妄图六十八，然后我给你发链接，也许会快一点。我问一下，这能抽本土吗？最高是 SS 金，那不得抽两个？哎，兄弟，这个 SS 金，我和他们反馈了。啊，有了，你别动。谢谢你的提醒。好，开觉醒。那只有个别多出了一个。没关系，这里面开局应该是别的，施展成银吧？我觉得施展成银是最好的。iOS 的话有，要等到国庆回来就可以了。海神岛商店没有买是吧？我们待会看一下买的东西，看能不能兑换一些东西。这个觉醒积分好多哦。这没跑出去了，现在刚刚出一个好东西。好，刚才是10%，现在还是10%是吧？好的。那个项链，你去哪里抽？然后海神岛商店再去看一下，我又可以抽，抽不完啊，抽完又可以再去领，领了又可以再去抽，这个时间奖励你去领一下。就刚这里哦，这个又领了20个钥匙，抽，然后又可以再来领。好，海神岛商店哦，这个奖励可以领取，哦，这个可以领，好爽，对，直接领，我靠，这个你知道打到多少张吗？打了95张。啊？这个特别夸张，他不是在点多久啊？对呀，所以这个就今天就特别爽，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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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劲点，没关系，卡了也点，你两只手一起点，会卡，这个钻石9万了，我操，这个钻石真的好虚啊，下得好快，你看没？10万钻石了，我操，也没有啊，就完了呀，就好快哦，就没有了，也差不多10万钻石，喜欢喜欢这腿吗？不穿，啊，只能看不能摸，有啥用？好，这就告诉华彩，说小龙想摸女孩子的腿。海神岛只有400关是吧？好，宗门商店，宗门二级可以买了。培养石，宗门建设，哇，直接直接够级别神赐，因为只能一次啊，就钻石好爽。好，这样子培养石就卖完，培养石最缺的，海神岛都全买啊！你看你终于用不完啊！好，100多万 ，OK， 这买完啊，确实就算好多啊，四选一 ，S 25个黄金钥匙，要就是刚你开那箱子培养石吧。培养石没完吗？我在想你培养石没完吗？能买15万，每个500个吧。这15万，我开个1000个，1000个就是1000×300，就是30万。啊，只买培养石，好 ，SS 不用买，好。对，培养石我先用一下，先我体验一下培养石的快乐。他凭什么要花那么多培养？哦，高豪华的，你别这样这些。豪华，你培养100次，别意见了。哦，培养100次。这才加6000，100次才加6000吗？一件吗？一件，加9万。一件，哇，加好多，加多少？你没加几十万？加4万，满了，换一个。该皮，哇，这个满了 ，nice。宝骏啊，哎呦，牛！唐三也可以。宝骏终于高一点，他在后面偷偷输出。钻石，错了，你花这么多钻石怎么不说呢？选中间的，我操！怎么不说呢？不早说，对啊，你不是10万钻石就没有了。用金币又行，为什么用钻石？我1亿的金币，我用的不好吗？小龙，我忘了，那这么多一件，我看每次只需要6万。啊，培养石不够了，不是有返还吗？重生可以获得吗？给做什么？给6万。啊，返还的，可以。我返还是吧？这个给3万啊，果然。操、啊，吓死我了！我靠，出了一手的汗，摘除。啊，好。把神王的把唐僧的也直接重置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重新来啊！我们又是又有素材录制了是吧？直接1亿1000万的魂币培养起来，接一键培养，我操，满了，还好，一键培养，你这样的话就不省橘子石了，省钻石了，没关系，已经很好了，就差一点点，但是没关系。还是老这个游戏有点东西，直接买完又有10万的培养石，替换好买了。给你们说，这个很恐怖，培养100次屁都不是。你看，就加那么一点，它要一键培养，能培养好多。也没买，还可以觉醒，别觉醒吧，觉醒一个，有套装属性吗？不知道，可以了，这是先升。技能升级，70，那么爽吗？得一个一个来，不要平均升是吧？好的，有点像小时候玩那种电玩的感觉了。
走你，觉醒一下。啊，就没了。攻击项链觉醒玄晶，走你。哎，觉醒，觉醒。乔瓦，加了300万，好，差不多。这个一个人3000万了。假如说他打爆我，到时候我去上个厕所，扒了泡屎出来，然后他说他把我屎都打出来了，是吗？精神胜利法，了解一下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要先去剪下视频了。感谢大家收看啊，晚上见。